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没想到也有点本事。韩荣，看来你的名字要倒过来写。韩静大人，这一切难道真是你所授意？帝君他究竟怎么了？你们若想活命，就全力施为吧。听闻阁下剑法精奇，但想救我们性命，恐怕也非易事。结果如何，以剑论断。好，这边再录一次，是因为大师另外一台电脑他一直破图，然后没有语音，我还没有找出为什么会这样子，所以我用另外一台电脑，在另外一个自己的家里的电脑，因为像大师是住两个不同地方，那家里的电脑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好，那我们先快转，然后这边就直接召唤饕餮，应该就可以直接秒到一半的血了，一半以上的血。请多指教。深一点，这白虎精通人性，君子国人善使白虎，果然不虚。哎，哦，好痛啊！谢来帮忙。啊，哦，因为我有弄那个剑阵啊，所以比较痛一点。得罪了，我不会再动了。你了，讨厌你！好，去。会哦，他的招式好帅哦！没关系，反正你也要死了。耶！赢了！哦，这次拿到的装备比较好哎，太棒了，因为是凉。此殿名为静心殿，其中机关乃与静玉有关。两位指环若真是南北斗星轮，定能对此殿造成影响。这是最后的试炼，只要成功，我会将一切告诉你们，反之你们就必须永远留在这里。喂，身为陶汤国的宰府就可以这么欺负人吗？好歹我们也帮忙打退了气血刺客，就这种对待。汪叔姑娘说的不错，你们有一盏茶的时间，用手中指环证明你们的能力吧。静玉是因静而产生的玉石吗？方才在大殿上，我身上的玉石以及蓝香姑娘他们的，确实与指环有所感应。若上方所镶玉石也是静玉，云兄，你怎么看？机关在上方。我也这么认为。我们运用指环试试看吧。哦，终于可以存档了。为什么就那个工作的地方的电脑会不能用，会一直档？好啦，那这次先这样了。啊，喜欢频道欢迎频道的左下方的订阅按右下角的订阅按钮按下去，铃铛即可打开。那也欢迎到粉丝按的赞，追踪最新消息。那影片的左下角一个大头饰。那也可以点下去，也可以是订阅的意思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